真是难为钱，又辛苦你们为这座城市到处奔波了。别这么见外嘛，博罗尼亚。你听着好像有点虚，没事吧？ 是有一阵子没休息了，突发情况实在太多。I'm sure we can turn things around, or you can teleport seamless. We can turn it around, yeah. 公司动作很快，利洛伯格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不过除了你们提到的大矿区，其他地方倒是没有出现剧烈的冲突情况。大概是因为托帕下了命令，不允许他们肆意骚扰市民。 但这不影响恐慌情绪在人们心中堆积，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陌生的黑衣人从哪儿来，他们究竟抱有什么目的。那，你后来又和托帕联系上了吗？其实我们一直很好奇，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Oh wait, I noticed March changed her dress, right? She changed. No, I liked your outfit before. 我请两位过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看。Oh, I can't read that. 这是一份合同，托帕不久前才发给我的，下面还附了他的亲笔。两位请先看一遍上面的内容吧，然后再告诉我你们的看法。Bronya小姐。 请允许我在往后的文字中使用这个亲昵的称谓。接下来，我想和你讲一个和我自己有关的故事。哦，The Trotters typing。在你眼中不近人情的公司职员们，其实也都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以我自己为例，我出身自一个位于银河边缘的不起眼星球，它的名字除了原住民以外几乎无人知晓。我的母星资源十分匮乏，为了生存。 居民们不得不大量出售劳动力，从事为薪兼其他文明代工的职业，多数是化工行业或重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母星的自然环境是件恶劣。不知从我童年的哪一刻开始，人们必须戴着呼吸面罩才敢在街道上行走，耳边从早到晚都会传来撕心裂肺的咳声。很快，我的家乡走入了末路，相对富有的人们选择了星际移民。 重新开始，留下的多数人只能在污水、酸雨和尘霾的伴随下苟延残喘，等待绝望迫近。直到有一天，公司来到了我的母星，还带来了一整套先进的环境改造方案。作为交换，他们要求星球上的每一位居民都签下合同，成为或是在未来成为公司的员工。合同签订后的两年，黑云和雾霾消失了，人们开始摘下面罩。三年后。 植被和树木重新开始生长、繁盛。五年后，许多一度绝迹的动物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我蹦乱跳，我也是在那时到了年纪，正式成为了战略投资部的一员。我亲眼目睹了家乡经历的变化，也决心将同样的变化带给银河中诸多有着类似经历的世界。布罗尼亚小姐，我怀着真挚的心情写下这封信，为的是向你说明一件事。 自由对人而言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但在做现实的选择题时，总有些东西会被赋予比他更高的价值。仅靠贝洛伯格人的双手，你们需要跨越多少代人才能重回星空的怀抱？谁能保证未来的每一任守护者都和你一样审慎开明？谁能断言类似星河的灾难不会再次降临？我已经为你们争取到了最好的方案，只要签下这份合同。 贝洛伯格签下的所有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此外，公司还会设立专项小组，支援亚利洛六号的重建工作。我能够理解，对你而言，这会是一个极度艰难的抉择，因为你必须背负起贝洛伯格全体居民的命运。但也正因如此，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能让你托帕在信里的语气，感觉相当真诚啊。
怎么看 She has a way with words. She's a smooth talker,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telling the truth. I think she's very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Like, she legitimately believes in her work and her cause. Because she's been in the same or like similar situation to Euro 6 right now. You didn't get the people's opinion? Perhaps you should gain some insight from others first. I trust your judgment more. Gain some insight. Yeah, there's Seele.你的想法和我一样，这对我来说是种慰藉。的确，就应该这样，绝对不能让布罗尼亚一个人承担这么重大的选择，还有他可能导致的后果。托帕给的期限很紧，我猜他是想让我尽快做出决定。我原本打算组织上下层区的所有居民进行公投，但从当前的时间节点来看，这条路恐怕已经被堵死了。我会立刻召集克里伯堡的筑城者，讨论合同签署相关的事宜。至于民间的部分，我想拜托两位替我收集民意。That's a lot of people to talk to. 你们在贝洛伯格人心中的声望很高，他们肯定愿意对两位吐露心声。It's time to race against the clock. Do I have a voting right? It's time to race against the clock. Let's go. 说的没错，争分夺秒。放心吧，布罗尼亚。虽然之前没能说服托帕，但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好好完成的。谢谢你的承诺，三月。我要去召集大臣们了，晚些时候我们再在这里。三月，还有你，真是稀客。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We need your opinion on important matter. 语气这么严肃，这可不像你啊。这到底是怎么？不是，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时间很紧，希路啊，你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们吧。我知道了。如果让我来选，我会签下这份合同。哎，我还以为希路瓦的性格。绝对不会同意这条件呢，让你意外了。签下这份合同，就意味着我们不必再为活着发愁了。对于这里的大部分居民，尤其是下层区人来说，单单这一点就足够说服他们了。至于给公司打工，嗨，人总归是要工作的，在哪儿干不是干？要是公司的家伙敢欺负到我们头上，到时候再群起反抗也不迟。Vive la revolución！ 说回来，我从小就憧憬星空，所以才会爱上科学，投身于对星河的研究。如果有人告诉我，我的愿望立刻就能实现，而且只需要付出一点点代价。True。原来如此，希路瓦是这么想的。明白了，我们会把你的意见记下来的。又见面了，两位，别来无恙。你的表情怎么这么凝重？是有什么心事吗？看来是很严肃的事啊。这，你们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Oh no, I'm not. 我们当然也希望是虚构的，可惜，这些都是现实。时间很紧了，佩拉，布罗尼亚需要知道大家的想法。And if by everyone it means only three people, then sure. 这么重大的抉择，需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冷静，佩拉，冷静的思考。我应该想好了。让我决定的话，我可能会同意公司开出的条件。原来如此，佩拉是怎么考虑的呢？我看到过几组观测数字，按照现在寒潮消退的速率，至少要再过三四代人的时间，
笼罩城市的风雪才能完全停歇，这还是在没有其他意外发生的前提之下。老实说，比起没办法亲眼见证的未来，我更在乎当下，更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嗯，如果公司的方案真的能够立竿见影，付出这样的代价，在我看来是值得的。用双手为后人铸造地基，听上去特别伟大，对吧？但是对于切身参与到这项工程中的人们来说，这里面又有多少乐趣可言呢？原来如此，相比寄望缥缈的未来，佩拉更希望身边的人能过上好的生活。明白了，我们会把你的意见记下来的。哦，这不是开拓者吗？许久不见，没想到你们又来贝洛伯格了。嗯，最近城里不太平了，突然冒出的黑衣人四处作乱，铁卫拿他们都没什么办法。We need your opinion. 是什么事？居然需要收集我的意见？原来那帮黑衣人是这个身份，简直不敢相信。真守护者大人一定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压力，我们真的给不了他任何帮助吗？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替他收集大家的声音，时间不等人，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当然是拒绝，绝对不能妥协。嗯，看看那群黑衣人嚣张跋扈的样子，怎么能信任那种家伙？签了合同又如何？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毁约？ They are a big company, and I'm pretty sure they have like other contracts that they've already, you know, fulfilled. So I don't think they're going to breach the contract. 面对这种胁迫，我们必须反抗，反抗，反抗到底！啊，一定要提醒守护者大人，不能主动踩进对方设好的陷阱里。等恩。真不愧有一颗军人的心呢。嗯，明白了，我们会把你的意见记下来的。上层区该问的人都已经问过了，对吧？从现在收集的结果来看，支持和公司签合同的声音好像要更大一些呢。Yeah, and the soldiers, there's this division between like the civilians and the soldiers. Oh boy. 抓紧时间去下层吧。我很好奇娜塔莎和希尔会怎么看这件事。还有你，你们居然在下层区，虽然有点突然，但既然两位专程登门造访，还真是密集的信息。抱歉两位，我知道你们在赶时间，但我需要稍微思考一下。别着急，娜塔，一定要把你最真实的想法告诉我们。嗯，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是布罗尼亚，就不会签署这份合同。的确，公司开出的价码很诱人，如果拒绝，贝洛伯格不仅要承担还清巨额债务的压力，还会被一方极为强大的势力盯上。但即便如此，我想起了上学时读到过的一句话，愿意放弃自由寻求保障的人，最后两者皆空。下层区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深切的了解。于我个人而言，我宁愿背负巨石在雪原里跋涉，也不愿意被关在漂亮的笼子里过虚假的生活。娜塔莎的想法听上去很有说服力，反对票又多了一张，谢谢你的回答，娜塔。哎呦，这不是两位贝洛伯格的大救星吗？我之前就听说你们回来了，还合计你们啥时候能想起我这老头子呢。 No, we won't forget you, Owen. 我看你们这脸色，怎么有心事？ Unfortunately, we need your opinion. No, not like. 我猜跟之前那群乱来的黑衣人有关系，是吧？Yeah, yeah. Like we need your opinion. Unfortunately, it's not like we're here to say hi, and drink some tea and talk. 行了，正好我也对那些家伙的背景好奇着呢，跟我说说吧，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哦，不好办啊，真是不好办。布罗尼亚姑娘年纪轻轻。居然我们认识的贝洛伯格人里，就属大叔你的人生阅历最丰富了，你觉得该怎么选呢？想听实话吗？到了我这年纪，
那些宏图大业或者什么远大的计划早就没什么吸引力了。如果这个公司确实跟你们说的那样神通广大，一夜间就能让这个世界回到千年前的，不如想想事情的反面。如果拒绝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重建计划本就一眼看不到头，现在又凭空多出一笔巨债要还。要说这里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布罗尼亚姑娘自己。她能不能承受住来自自己人民的非议？她准备好背上可能流传千年的骂名了吗？I think she can handle a little criticism.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出卖了人民的君主什么的，一想到以后可能有人这么评价他，我就觉得很难受。Yeah, that will take a toll on her. 明白了，奥利格大叔，一票赞成，谢谢你提供意见。三月姐姐，还有大哥哥，你们怎么来了 ？I think it'll be equal. 克拉拉，你好呀。哎，史瓦罗是出门了吗？施瓦罗先生和一个叫托帕的姐姐一起走了。什么托帕？你知道他们去哪了吗？哎，克拉拉也不清楚，但是施瓦罗先生答应我，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怎么办？本来我还想说施瓦罗肯定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At least Clara is here. 也对哦，丹恒以前好像也说过，克拉拉虽然年纪还小，却总能把事情看得很透彻。三月姐姐，是有什么问题要问克拉拉吗？好复杂，好沉重。克拉拉，没关系的，克拉拉，你只要把当下真实的想法告诉我们就好。那个，克拉拉觉得，如果还有选择余地的话，未来的路还是应该由大家自己决定，因为克拉拉、胡克还有鼹鼠等其他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玩的时候聊到过以后的梦想。大家的愿望各不相同，有不同的色彩。如果同意了托帕姐姐的条件，大家是不是就没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梦想被夺走的感觉，克拉拉不知道，但只是想象一下，一定很不好受吧。的确，透过孩子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本该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要是人生的方向在这个时候就被定死了，不行，光是想想我就心寒的打颤了。谢谢你，克拉拉，你的意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下跑了这么多地方，我已经开始喘了。所以现在的收集结果是票数居然完全持平啊。怎么办？支持和反对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There's still one person left to ask. Only Bronya can make the final call. Let's see the one person. 还没问希尔呢。他应该还在大矿区协助矿民吧。走，我们去找他。你俩怎么这么快就又回来了？你脸色不太好啊。重要的是需要我的意见，听你这语气就感觉不妙。来吧，我做好心理准备了。我算是勉强听懂了，本来以为只是公司的喽啰又闯了什么祸，没想到居然攸关贝洛伯格的存亡，对吧？我得想想。现在的结果是平票，你的意见很关键，希尔。我想好了，我弃票。Yeah, your vot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You have to shoulder this responsibility. 不对，这是 Bronya 的责任。Yeah, like when the shouldering responsibility, I thought you meant like the vote, like you are also responsible to, you know, have an opinion and
abstaining is kind of an opinion too, you know, because you're choosing not to partake in deciding whether to accept or deny the contract. 同意还是拒绝，不管他现在偏向于选哪个，他肯定比我看得更远。True. 考虑到的东西绝对比我更多。She has seen the problems of the overworld and underworld. 现在的结果是平票，也就是说，我一时的想法可能会让杠杆倾斜，左右他的判断。That's very wise of you. 这种事不该由我来做。不管 Bronya 选择了哪条路，我都会追随。This is only. 我唯一不能做的。This is only for.This is only for asking for an opinion, because Bronya, she's going to have to make the final choice. 原来西尔是这么想的。的确，现在的结果恰好说明，人们对这件事没有统一的立场，每个州才是最需要领袖站出来的时候呀。所以我才说，这是 Bronya 的责任，他是不会推卸的，也不会逃避。我从头到尾都相信他，要是他问起来。你们就拿我的原话回复，他肯定能明白的。嗯哼。结果到了最后，还是得由 Bronya 自己来做决定啊。She plays a crucial role on this world. You trust her judgment. Yep. 可不是嘛。还好现在领导贝洛伯格的是他。时间刚好，我们快去向他汇报吧。不知道他和克里伯堡的大臣们商议的如何了。你们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城里的大家是怎么想的？我们把上下层区都跑了个遍，问了很多人的意见，最后的结果是平票。原来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这个结果倒也正常。We talked to six people. 那你们问希尔了吗？他是 She's behind you. Whatever you decide, she thought it wasn't her place to say. She's behind you.Yep. 真像他的作风。我打你这边呢？大家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吗？办公室里这么嘈杂，我一句话都听不清。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两边各执一词，根本没法达成共识。该到做决定的时候了。这种这么混乱的局面，不能再持续。希望。够了，都停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请等一下，我有话要转告大守护者。你是？姬子，居然是姬子！应该是本人吧，不会是全息投影或者别的什么。啊，您就是星穹列车的姬子女士，幸会。之前那场战役，多亏了您出手援助，我们才能顺利得胜。要是能提前得知您前来的消息。铸成者肯定会以礼相迎，只是现在的情况特殊，不必为我解释太多，布罗尼亚小姐。我明白你的城市正在面临空前的困境，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知你事态的全貌。Do you have a solution, Himeko? 说是解决方案，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充其量只是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我相信，在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你身为大守护者，肯定能做出更明智的决断。信息，好，把您知道的都告诉我吧，姬子。我恰好认识一位朋友，他对托帕的身世有所了解。的确，因为故乡的遭遇，在他眼里。被公司兼并大概是存续贝洛伯格这方文明的唯一方式。 Yeah, I knew it. Topaz doesn't lie about this kind of thing. 但恐怕有一件事他刻意未曾提及，并非所有接受了公司条件的世界都得到了拯救。
Of course she wouldn't say that. 您的意思是，重建星球生态，规模如此巨大的项目，必然伴随着风险。我从朋友那里拿到了些数据，真正能在公司的技术扶持下重获生机的星球，数量占项目总数的63%。That's more than half, but still low. 60%的概率。听起来确实不怎么靠谱呀。Yeah, what March says. 当然，这里统计的是平均数据。托帕本人接手的项目，整体成功率在80%往上。他的业务能力无疑是最拔尖的那一档。我想传达的就是这些数字，这些概率。我觉得，只有把这些信息全都公开透明，对你来说才能算是公平。最后的最后。选择权还是在你手上，大守护者。原来如此，谢谢你，吉子女士。您的信息让我看清楚了这件事的本质。嗯，不管对方的承诺有多美好，这纸合同代表的都是一场赌局。作为领袖，我绝对不能因为相信星运，就代替全城民众签下卖身契。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我也不必再佯装中立了。我认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Bronya。星穹列车的各位，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想法，但要实现它，需要在场各位的协助。我需要花些时间动员城里的所有居民，然后还必须再和托帕见一次面。不管他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我恳请你们替我找到他。如果公司还在试图霸占属于贝洛伯格的资产，我恳求各位阻止他们的行动。放心，我们会找到托帕的。对方是银河中一等一难缠的势力，所以这次我会和他们一起行动。贝洛伯格不会出卖自己的未来，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只有你们这些屡次在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朋友。各位，一路平安。嗯。We go with Bronya, Jepora, and me. Okay. We can talk here. I'm gonna share your reports with the crew. Hi. Okay. The more details, the better. Supreme Guardian ordered me to garrison in Rivertown and several main guards and automatons to stop.The infiltration defense went smoothly at first, but then Topaz herself appeared with some special technology that allowed her to seize control. Is headed for a certain area in the depths. For some reason, Sparrow is with her too. There's something else behind this. I don't know for sure. Yeah, he feels threatened. At least we know where we can find Topaz. 铆钉镇，杰派德应该就在那里等我们，对吧？又要去老地方冒险了。我们走。可以将情况告知于我。让我协助列车组的各位找到同准备好了就告诉我，我们一起进入铆钉镇。不知道前方是否有公就是这里。哟，居然就在这个地方，真没想到。不过我可没看到什么机甲或者兵器啊，这四周都是结结实实的山岩，难道说？没错，那些兵器就藏在高耸的岩壁之中。怪不得我们上哪儿找都找不到所谓的兵工厂。Where's Numby going? He was just walking away. 等等，你刚才说那些兵器一直都被藏在这里，也就是说，亚利洛六号的铸成者和军团大战的时候，这些机兵自建成以来就从未离开过这里。公司于700多年前撤离这颗星球以后，再也无人知晓该如何启动这批兵器。Numby, you better not push any buttons. 根据公司留下的设计蓝图，铸成者们建造出了第一批纺织品机兵，但在阿里萨兰德率领的抵抗军中，主力仍是血肉之躯的人类。哦，原来如此。有关这个世界的传说越来越引人入胜了。我想向你提出一个问题，托帕。嗯。
这么大个机器人，别表现得这么拘谨嘛，问就是了。如果没有公司的介入，这个世界将走入末路。对于这个结论，你是否深信不疑？ I mean, that's only her. 我信。来这之前，我翻阅了无数个案例，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凡是受到过星核侵扰的世界，最后没有任何一个能够逃离消亡的命运。But we helped. We were the unknown variables. 哪怕得到了星穹列车的帮助，哪怕表面看起来一片向好，这些都只是临时的喘息窗口。长线的危机通常潜伏在繁荣的表面之下，一般人根本无从察觉。了解。了解，这就完了？你不打算发表下自己的看法？情感读书表明，你的回答真诚且准确。我想要确认的只有此事。关于这个星球的未来，我持有与你不同的意见，但我的意见并无重要性，因为我是工具，而非决策者。No, don't refer yourself as a tool. 有趣的家伙，要是我的同事都跟你一样有自知之明就好了。走吧，壮壮。Oh. 我们下去仔细评估一下。You didn't touch anything, did you, Numby? Topaz 离开铆钉镇之后，便不知了去向。他的部下随后涌入，占领了这里。公司的士兵装备精良，和他们正面起冲突恐怕不太明智。你有什么办法吗，数位官？姬子小姐所言正是。为了能尽量隐蔽行踪，我们准备启用前报机兵。前报机兵？具体的操作细节我会稍后解释。看，下面是公司的人。各位，请尽量保持安静，不要惊动敌人。该到前报机兵登场了。OK， 准备好了吗？操作前报疾病，排除公司的威胁吧。记住，要尽量保证疾病不被敌人发现，行动越隐蔽成功率越高。It's another stealth thing. You're gonna raise my stress levels, dude. When controlling the bomb, the stealth bombPress the attack button to trigger self-detonation and stun all enemies in the attack radius to complete the challenge. But if it fails to stun all enemies at once or is discovered, challenge is failed. Try to avoid the enemy's line of sight and use sprint to approach your enemies and take them all down. Okay. Oh boy. Yeah.There's only one here, right? Okay. Aya. Oof. Rip. 哇，砰的一下就把他们炸晕了，效率真高。托帕就是顺着这条路离开了铆钉镇。走吧，我们去找到他。告诉他 Bronya 的决定，如果有必要的话，软硬兼施。施瓦罗先生，你还好吗？托帕和公司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吧？你们到了，外来者。系统功能一切正常，我并未与公司的使者起冲突。I thought we might be facing off against each other for a moment. 那会是最坏的情况。托帕就在前方，他们可以用手段强制我服从命令。但却并未如此行事。于他看来，将贝洛伯格并入公司是唯一的存活之道。我虽持有不同观点，但以现有的算力难以找到反驳的证据。Look at you, you came all this way from having these like opinions without evidence. Especially since we first met, you come a long way. 尽管几率很低。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避免冲突局面。几率很低，施瓦罗先生都这么说了。Of course, I had to bring a team. So we're gonna be fighting. 不必慌张，三月。列车组从不提倡冲突，可一旦快进到刀兵相向的场面，我们也从不胆怯。嗯哼。的确，
妻子说的对，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够了。终于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要赶不上了呢。哎，三月小姐身边这位女士总觉得有些眼熟。幸会，托帕小姐，我是姬子，星穹列车的领航员。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姬子女士。我有几位同事对您崇拜极了，做梦都想和您聊上两句。Inigo, is that famous? Do I have any fans? 那当然了，无名客的名气可大了，毕竟你们追随的是大名鼎鼎的阿基维利嘛。你们之间的交流如此融洽，我很高兴。托帕小姐，听你打招呼的语气，现在的状况你应该很清楚吧？当然，死线已经过了，但布罗尼亚还没有在合同上签字。这背后的阻力，稍微动动脑筋就能猜到了。Are we gonna be fighting her? 请别误会，我们无意与公司和董事会作对，只是恰巧，亚利洛六号这颗星球上有我们珍视的朋友，什么也不做不说，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签下不平等的合约，那不是无名客的作风。那个妻子，我们是不是该试着跟他谈判来着？这么聊下去的话。不必费那个心了，三月，他十分钟前就决定好要怎么做了。不愧是列车组的头号人物，真是过人。说的没错，很多时候立场不同不代表谁对谁错，但为了让工作能够推进下去，不陷入停滞的局面。 Yeah, what they say. What they say in your earpiece, huh? 怎么了？ We gonna fight now?上面的回复审批通过了。Approved for what? Your vacation time has been approved. 怎么了？对我的工作流程这么好奇？这么想知道的话就告诉你们吧。请求允许对星穹列车成员发动特工的申请。已经得到批复了。在职场路上畅通无阻的秘诀，就是时刻准备好有转盘力的局面。去吧，站长。由我负责的项目，容不得闪失。There's a space in his mouth! There's...几位，真不愧是星穹列车的王牌，实在是精彩。热身就到这儿吧，接下来该轮到我。I knew it. Those were only like two battles, right? 停下，请都停下。各位，请放下你们手里的武器。Bronya, 你可算来了。再慢两步的话，场面就要控制不住了。大守护者小姐，我刚刚还在想，你应该不会只把列车组推到我面前，自己缩在后面等结果吧？当然不会。我之所以晚来一步，是因为手头有一件非常……比这件事还重要？对，它的重要性，你大概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想请你来帮忙评估我们目前的成果。请我来？有意思，我还以为你已经下定决心要阻挠我开展工作了呢。我逐字逐句看过了你写的信，托帕小姐，我对你的童年经历深感同情。正因为你的家乡经历了和亚利洛六号类似的劫难，所以我能理解你看问题的视角，还有你选择的立场。也正是出于这份共情，我至今还抱着一丝希望。即便经历了这些不愉快，我认为我们之间依旧可以达成共识，通过和平的方式。我得承认，和你沟通的过程总是很舒畅。我刚才的态度有些冒犯，请你见谅。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那我就跟你走一趟。
但还是要给各位打好预防针，想改变上面的决定可不是什么意思。我明白，所以我打算一步一步来，先试着改变你的想法。列车组的各位也请和我们一起来吧。胎儿，久等了，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吗？报告，前方的道路已经畅通了，大守护者大人，您和同伴可以放心北上了。太好了，各位，前方的山路有些崎岖，请当心脚下，我们出发。这里是这个地方我们没来过哎。Pillars of Creation。 那是肯定，我们也是不久前才发现了这片区域。继续走吧，我想给各位看的东西就在前方。 The stairs look funky。 哇，你看，贝洛伯格的人们还没有放弃，我只想为他们争取一个机会。那边支离破碎的大家伙，你们还有印象吧？The engine of creation。 没错，你记得真清楚。托帕小姐，我知道你之前做了很多调查。各种原因，造物引擎完全是由贝洛伯格人自己建造的，没有借助任何外来的技术。初代大守护者阿丽萨兰德领导了这项工程，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工程师们在后方夜以继日的设计搭建。也就是说，造物引擎是由贝洛伯格人自主研发的战争兵器。是，但不完全是。的确，造物引擎在建成初期被投入过战斗，也在对抗军团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阿丽萨兰德的目光比任何人所想的都要长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台机器的代号曾是地质改造工程单元。它被赋予的真正使命是在驱逐所有企图侵害这个世界的敌人之后，帮助贝洛伯格人重建家园，让这个世界回归鼎盛时的模样。长线发展的理念跨越了时间，也跨越了生命。那位兰德女士真是一位伟人，而我眼前的这位兰德也不遑多让。谢谢你的认同，但我其实没做什么，我只是把贝洛伯格的人们集结在一起，并告诉他们我们得来不易的自由再次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想要存护这份自由，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向那些怀疑的眼光证明我们有意愿也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动员的结果你也看到了，贝洛伯格的孩子们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们想靠自己的双手存护这个家园。啊，这么大的惊喜真是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我会为你们争取这个机会，我把你们的境遇和自己童年的经历混为了一谈，这是个重大的错误。我的故乡没有出现一位意志坚定的领导者，人们早早就放弃了自救的念头，而你们的文明竟然在风雪中坚持了700年之久，真令人钦佩。这么说，你愿意收回之前的决定？至于那笔债务，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慢慢偿还，只是这需要时间。很可惜，收兵亚利洛六号是得到公司高层点头的战略决策，即便我有意颠覆这个决定，想说服上面的人也非常困难。除非He may go. 放心吧，托帕小姐，我愿意代表星穹列车
压上全体无名客的名誉。太好了，这样应该行得通。接下来的汇报流程以及后续可能的追责就由我来承担吧。Yay, so everything worked out. 托帕小姐，你刚才说的追责，别担心，没什么我搞不定的，职级什么的都不重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才是硬道理。Look at your pay once you get fired. Getting fired is a bit harsh. Are you cutting your pay? 扣就扣吧，反正我早就过了成为挣钱而工作的那个阶段了。也辛苦你了，真没想到会再次把你们卷进危机里，还差点导致列车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破裂。This isn't our first rodeo with IPC. 破裂？不至于，不至于。况且这部分的主要责任也在我，怪我对下属管理不力。Am I putting in some good words for me with your boss? Is it true the IPC requires you to go through 17 rounds of interviews? 17轮？哦，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谁了。他那样的属于极端个例了。正常入职流程才不会拉那么长。能和你们这样闲聊真是太好了。啊，你们这一路实在是辛苦。我给你们安排了歌德宾馆的房间。请务必在贝洛伯格好好恢复精神。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went there. 托帕小姐，如果你需要一个舒适的地方落脚，不劳烦你了，我这就准备回去汇报工作了。二位，很高兴能跟你们建立联系，希望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当然了，合作方式肯定要换一种。Can I touch? No, I can't pet him.Pet them, come on. No. Okay. 是在期待的旭日节，看来这次也体验不上了。没想到这次又经历了。好困，该睡觉了。综上所述，托帕，部门将对你做出如下处分。职级降级，从 P45下调至 P44，基本薪酬做相应调整，取消一个周期内你参与的所有奖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和绩效奖金。Because it didn't go the way that you wanted. 关于本次事故，你需要向钻石额外提交一份报告。如果对于处罚有任何异议，你也可以通过书面方式进行申诉。我没有异议。收到。那。还有人想说点什么吗？既然各位都没有意见，我们就散会吧。哟，运气不错，弄砸了这么个项目，职级居然只降一级。看来上面的老几位是挺照顾你啊。哦，他们都下线了吧？我就把这垃圾效果器关掉了。哎。沙金，你怎么还在？这话说的，我不能在，干嘛这么嫌弃？我又不是你的上级。哦，不对，现在应该是了。有什么事吗？不妨有话直说吧。哎，没什么事，就是关心关心你。我早说了，亚利洛6号这案子一看就带刺，还榨不出多少油水。做我们这行，心地不能太善良。否则，路会越走越窄的。还有事吗？我要挂了。哎，别挂别挂，你是真不在聊天的状态啊。行，那说点你会感兴趣的。你在亚利洛六号玩朋友游戏的时候，钻石搞定了驻财物流部的大佬，缺席今天的圆桌会议，就是因为这个。好了。对，大名鼎鼎的塔拉范。七人董事会的一员，他那一票要压咱们身上了，明白吗？是咱们，不是市场开拓部。这回奥斯瓦尔多终于笑不出来了。不过，托帕，钻石也算是你我的贵人。如此重要的日子，你来这么一下，多少让战略投资部有些不好交代吧。既然你明白，咱们就说正事。
我现在在毕尔博因特，有比关乎整个部门的大生意。我这一趟还缺个靠谱的项目管理。有趣，什么案子让你也学会合作了？还能是什么？匹诺康尼呗。嗯，对了，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反应。钻石最后选了你，我以为会是欧珀或者龙晶，那桩生意至少得P46以上的人出面。谁知道呢，家族的人脑袋都不太正常，想和他们做买卖我看是没戏。但公司的手段从来都不止交易一种，这时就该我这类人出马了，对不？怎么样，千载难逢的机会，考虑一下吧，说不定能将功补过。Will there be more 4 or 5 star characters that has like, what is it, rock names or jewel names like obsidian, diamond, ruby? 我晚点答复你。啊，真是好一顿折腾呢。但愿我这次的判断没出问题。White Bear Club. Oh, it's so cute. 这雪还挺漂亮的。Where can I find it? I want it as a pet.